家放完毛，你们都拿到圣经了吗？一人拿一只就好，因为不够用，已经快完了，后来的人都没有。一人拿一个家庭拿一只就够了。哈姆尔神父会祝寿。圣经聚集游行，因为现在下大雨，一些人可以从坐在前面的，可以从前面这个小门，电梯旁的小门进场。其他的呢，就跟着神父小心的慢慢走进圣堂里，因为地上很湿，会很滑。待会儿神父会祝圣圣诗，你们可以分左右两班人，让神父有空间到你们的前面给你们祝圣圣诗吗？在这边前面，在这里分左和右。对了，很好。我的兄弟姐妹平安，欢迎你们来到圣十字架堂，来参加今天的圣诗主日，也欢迎线上的教友们和我们一起参加这一个圣诗游行。神父会为大家读一篇福音，然后将福把圣水给这些废墟和圣水。我们就接着游行进场。一首不算是很著名。他们，亲爱的教友们，我们从视频机开始进货足球。亲爱的，准备圣托，今天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给我们整个教会开始庆祝基督的1月2日，也就是他的圣体和复活。正是为了完成这个奥迹。他才进入圣殿里，因此我们要
儿子信心全身心纪念这个舍人得去的死神，不要得罪神子基督，跟他一起背负十字架，也就分享他的罪过和生命。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愿你将我们这些物资能用来光明基督圣王的圣，也许是我们能拒绝他进入我们的耶路撒冷。他是天主，永生永王。阿门。庄主圣马特，您主愿高荣归于你。当他们一起耶路撒冷，来到靠近橄榄山的这一个转折点，耶稣就打发了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一庄里去，就会看见关着的驴，我跟他在一起的驴。”解开给我前来，如果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我要用他，他就会立刻帮他们。这次发生就为今天先知说的，我们印象是用一次说看我的君王来到是温和的骑在一匹马上，一匹无比的小马上，门徒就去到耶稣吩咐他们的座，他们牵了驴和驴来，把外衣带去他们的身上，副耶稣坐在上面。很多群众把自己的外衣铺在路上，还有些人从树上砍下树枝来撒在路上。结束后，一个群众说：“喝上那条命丝，地上的证明而来了。三受上风，他上那一只高出去。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全城公众说：这人是谁？群众说：这是加里利亚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各位教友，我们要向耶路撒冷的群众向耶稣欢呼，请大家平安的列队前进。
向他高声欢呼。何塞纳，何塞纳，一直高至天，一直高至天。请耶路撒冷赞美上主，西荣光荣至尊天主。何塞纳，何塞纳。来的儿童手拿着树枝前来欢迎救主，向他高声欢呼。何塞纳，何塞纳，预知高知天，预知高知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你为世人启发谦逊的榜样，令我们的救主学得人性，接受十字架的苦行，求你使我们福音基督见人的教训，分享他复活的恩惠。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你只圣神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请坐。攻读以撒意亚先知书。吾主上主赐给了我一个受教的口舌，叫我会用言语援助疲倦的人。他每天清晨唤醒我，唤醒我的耳朵，叫我如同学子一样静听。吾主上主开启了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抗，也没有退避。我将我的背转给打击我的人，把我的腮转给扯我胡须的人。对于侮辱和唾污，我没有遮掩我的面，因为吾主上主协助我，因此我不以为羞耻。所以我板着脸，像一块碎石，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受耻辱。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
的人都在嬉笑我，都撇着嘴摇的头说，他既然信赖上主，上主就你解救他，上主既然心爱他，就该救助他。攻读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人书。耶稣基督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他贬义自己，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他，赐给了他一个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
基督福中之事皆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天主高高举扬他，只给了他一个名号，超越其他所拥有的名号。基督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公徒圣马窦所记古主耶稣基督受难时，那时候那十二人中之一名叫犹达斯伊斯加略的去见司祭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什么？他们约定给他30块银钱，从此他便寻找机会要把耶稣交出。五教节的那一天，门徒前来对耶稣说，你愿意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吃逾越节晚餐？耶稣说，你们进城去见某人，对他说，师父说，我的时候近了，我要与我的门徒在你那里举行逾越节。门徒就照耶稣吩咐他们的做了，预备了逾越节晚餐。到了晚上，耶稣与十二门徒坐席，他们正吃晚餐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他们非常忧闷，开始各自对他说，主，难道是我吗？耶稣回答说，那同我一起把手站在磐石里的人要出卖我，人子固然要按照旨意他所记载的而去，但是出卖人子的那人却是有祸的，那人若没有身，为他更好。那要出卖他的犹达斯也开口问耶稣说，拉比，难道是我吗？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他们正吃晚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去吃吧，验是我的身体。然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由其中喝吧，因为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倾流，以赦免罪过。我告诉你们，从今天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直到在我父的国里那一天，与你们同喝新酒。他们唱了圣咏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都要为我的缘故跌倒，因为经上记载，我要打击牧人，羊群就要四散，但是我复活后要带你们一先到加里勒亚去。伯多禄却回答他说，即便众人都为你的缘故跌倒，我也绝不会跌倒。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伯多禄对他说，即便我该同你一起死，我也绝不会不认你。众门徒也都这样说了。随后耶稣同他们来到一个名叫哥泽马尼的庄园里，便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祈祷。遂带了伯多禄和宰伯德的两个儿子同去，开始忧闷恐怖起来，对他们说，我的心灵忧闷得要死，
你们留在这里同我一起行屋吧。他稍微前行，就俯首至地乞讨说，我父，若是可能，就让这杯离开我吧，但不要照我，而要照你所言意的。他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便对伯多禄说，你们定不能同我醒悟一个时辰吗？醒悟祈祷吧，免向又诱惑。心神固然切言，但肉体却软弱。他第二次再去祈祷说，我父，如果这杯不能离去，非要我喝不可，就成就你的一言吧。他又回来见他们仍然睡着，因为他们的眼睛很是沉重。他再离开他们第三次去祈祷，又说了同样的话，然后回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睡下去吧，休息吧，看时候到了，人子就要被交于罪人手里。起来，我们去吧，看那出卖我的也来近了。他还在说话的时候，看那十二人中之一的犹达斯来了，同他一起的还有许多带着刀剑棍棒的群众，是由司祭长和民间的长老派来的。那出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口亲谁，谁就是，你们拿住他。犹达斯一来到耶稣跟前就说，拉比，你好，就口亲了他。耶稣却对他说，朋友，你来做的事就做吧。于是他们上前向耶稣下手，拿住了他。有同耶稣在一起的一个人伸手拔出自己的剑，砍了大司祭的仆人一剑，削去了他的一个耳朵。耶稣遂对他说，把你的剑放回原处，因为仿制剑的必死在剑下。你想我不能要求我父即刻给我调动十二军以上的天使吗？若这样，怎能应验经上所载应如此成就的事呢？在那时，耶稣对群众说，你们带刺刀剑棍棒出来拿我，如同对父见到我父天坐在圣殿那施教，你们没有拿我。这一切都发生了，是为应验先知所记载的。于是门徒都撇下他逃跑了。那些拿住耶稣的人将耶稣带到大司祭盖法前，经师和长老已聚集在这那里。伯多禄远远跟着耶稣直到大司祭的庭院，他也进到里面 坐在差役中观看结局。司祭长和全体公议会寻找相反耶稣的假证据，要把他处死。虽然有许多假见证出庭，但没有找出什么。最后有两个人上前来说，这人曾经说过，我能拆毁天主的圣殿，在三天内我能把它重建起来。大司祭就站起来对他说，这些人作证反对你的事，你什么也不回答吗？耶稣却不出声。于是大司祭对他说，我因生活的天主岂是命你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墨西亚天主之子？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况且我告诉你们，从此你们将要看见人子坐在大人子的右边，
盛出天上的云彩降来。大司祭遂撕裂自己衣服说，他说了亵渎的话，何必还需要见证呢？你们刚才听到了这亵渎的话，你们以为该怎样？他们回答说，他该死。众人遂即向他的脸上吐唾沫，用拳头打他，另有一些人也用巴掌打他，说，墨西亚，你猜猜是谁打了你？伯多禄在外面庭院里坐着，有一个使女来到他跟前说，你也是同那加里勒亚人耶稣一起的。他当着众人否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他出去到了门廊，另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人是同那那扎勒人耶稣一起的。他又发誓否认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过了一会儿，站在那里的人前来对伯多禄说，的确你也是他们中的一个，因为你的口音把你录出来了。伯多禄就开始诅咒发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立时鸡就叫了。伯多禄便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一到了外面就伤心痛哭起来。到了早晨，总司祭长和民间的长老就决意陷害耶稣，要把他处死，遂把他捆绑了，解送给总督比拉多。这时那出卖耶稣的犹达斯见他已被判决，就后悔了，把那30块银钱退还给司祭长和长老说，我出卖了无辜的血，犯了罪了。他们却说，这与我们何干，是你自己的事。于是他把那些银钱扔在圣所里，就退出来上吊死了。司祭长拿了那些银钱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入献遗箱内。他们商议之后，就用那银钱买了陶工的田地，作为埋葬外乡人用。为此直到今日称那块田地为血田。这就应验了耶勒米亚先知所说的话，他们拿了30块银钱即以色列子民为被卖的人所固定的价钱，用这钱买了陶工的那块田，如上主所吩咐我的。耶稣站在总督面前，总督便审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当司祭长和长老控告他时，他什么也不回答。于是比拉多对他说，你没有听见他们提出多少证据告你吗？耶稣连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他，以致总督大为惊异。每逢节日，总督惯常给民众释放一个他们愿意释放的囚犯。那时正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名叫巴拉巴。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巴拉巴或是那称为墨西亚的耶稣？原来他知道他们是由于嫉妒才把他解送来的。比拉多正坐堂时，他的妻子差人到他跟前说，你千万不要干涉那一人的事，因为我为他今天在梦中
受了许多苦。司祭长和长老却说服了民众，叫他们要求巴拉巴而除掉耶稣。总督又向他们发言说，这两个人中，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对他们说，那么对于那称为墨西亚的耶稣，我该怎么办？众人答说，该定他在十字架上。总督问说，他究竟做了什么恶事？他们越发喊说，该定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见事毫无进展，反倒更为混乱，就拿水当着民众洗手说，对这一人的血我是无罪的，你们自己负责吧。全体百姓回答说，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至于耶稣，把他鞭打了以后，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总督的兵士把耶稣带到总督府内，召集了全队围着他，脱去了他的衣服，给他披上一件紫红色的外裳，又用荆棘编了一个刺冠戴在他头上，用一根芦苇放在他右手里，然后跪在他前戏弄他说，犹太人的君王万岁。随后向他吐唾沫，拿起芦苇来敲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去外裳，又给他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去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出来时，遇见一个基勒乃人名叫西满，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名叫哥尔哥达的地方，即称为骷髅的地方。他们就拿苦艾调和的酒给他喝，他只尝了尝，却不愿意喝。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就研究分了他的衣服，然后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的头上安放了他的罪状牌，写着说，这是耶稣，犹太人的君王。当时与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还有两个强盗，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路过的人都摇头辱骂他说，你这拆毁圣殿而三日内重建起来的，救你自己吧。如果你是天主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司祭长和经师与长老们也同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他既是以色列君王，如今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信他。他信爱天主，天主如喜欢他，如今就该救他，因为他说过，我是天主子。同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也这样讥诮他。从第六时辰起直到第九时辰，遍地都黑暗了。约莫第九时辰，耶稣大声喊说，厄里厄里拉玛撒巴黑塔尼，就是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站在那里的人中有几个听见了就说，这人呼唤厄里亚呢。他们中遂有一个人立即跑去，拿了海绵浸满了醋绑在芦苇上递给他喝，其余的人却说，
等一等，我们看是否厄里亚来救他。耶稣又大喊一声，遂交付了灵魂。请跪下，默思片刻。请起立。看，圣所的帐幔从上到下分裂为二，大地震动，岩石崩裂，坟墓自开，许多长眠的圣者的身体复活了。在耶稣复活后，他们由坟墓出来，进了圣城，发现给许多人，百夫长和同他一起看守耶稣的人，一见地动和发生的事，就非常害怕，说：“这人真是天主子。”有许多妇女在那里从远处观望，他们从加利勒雅就跟随了耶稣，为服侍他，其中有玛利亚·马达勒娜、雅各伯和若瑟的母亲玛利亚，与宰伯德的儿子的母亲。到了傍晚，来了一个阿里马特亚的妇人，名叫若瑟，她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请求耶稣的遗体，比拉多就下令交给他。若瑟领了耶稣的遗体，就用洁白的殓布将它包好，安放在为自己于岩石间所造的新墓穴内，并把一块大石头滚到墓口，就走了。在那里还有玛利亚·马达勒娜和另外一个玛利亚对着坟墓坐着。第二天，即预备日以后的那一天，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同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个骗子活着的时候曾经说过，三天以后我要复活。为此，请你下令，把守坟墓直到第三天，怕他的门徒来了，把他偷去。”而对百姓说，他从死人中复活了，那最后的骗局就比先前的更坏了。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可得一队卫兵，你们去照你们所知道的好好看守。他们就去在石上加了封条，派诸卫兵把守坟墓。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请坐。那各位的兄弟姐妹，今天我们集中吃主日，由心开始我们的圣周。这由心是来自我们在弥撒开始前所宣读的马窦福音第二十一章中所记述的。作者花了一些时间谈论这比喻机，比如把驴机解开，放了它，把他牵来，耶稣要骑在驴驹上，这好像是耶稣在编造一个小小的戏剧，这是根据耶稣从先知所妇女亚所知道的一段话。
这段话是说，经文不是骑着战马，不是乘坐战车，而是坐在驴驹上面进入城市。那他们说，我们是属于不同的统治、不同的王国、不同的权威、不同的领导，世界可能不尊重他们，所以我们要必须决定这种权威、领导或爱真的是我们自己所想要的或遵从的吗？事实上，仆人式的领导是强调领导者的服务仪式，先服务而非先领导，以服务用爱心的服务来领导，而非将自己视为高高在上，处处需要下属服侍或遵守诫命的领导。那耶稣正在重新确定他的领导意义，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但这显然不是群众所想要的。无可否认的，我们对人们的精彩表演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人们举办盛大派对、就职典礼或凯旋游行，我们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对有钱的人而驾着大汽车的人，我们都会给予另眼相看。但是对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我们却不以为意。我们不会注意到一个妻子离职的小人物，为什么呢？这当然是因为我们还不认识天主。天主来到这世界上，就像妻子离职一样，永远是停在卑微的地方，在贫穷和痛苦的地方。这就是耶稣要向我们表达的。他的领导不是统治，不是权威，不是权力，而是仆人的谦卑。那在公元第一世纪，要成为一名基督徒，你只要说耶稣是主。在罗马帝国时期，每个好公民都知道罗马的效忠誓言，他们会举手欢呼凯撒是主。但是对于这个新的无名小卒，就像耶稣一样，没有一般的效忠誓言，而只是在耶稣的游行队伍进入耶路撒冷时说耶稣是主，这实际上是一种分裂的行为。那兄弟姐妹们，耶稣在这周所要做的事，就是默默的、谦卑的走到旅途中。我们的心愿、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祈祷，就是我们可以与耶稣一起走这美丽的旅程。我们希望下周日将再次回到这里，庆祝这旅程的结束。请起立。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
我信父的唯一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因圣神降临，由童贞玛利亚诞生，他在比拉多执政时蒙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他下降阴府，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他升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他要从天降来审判生者死者。我信圣神，我信圣二公教会，诸圣的相通，罪过的赦免，肉身的复活，永恒的生命。阿们。我们相信耶稣圣名的力量，现在我们因此耶稣圣名向天父祈祷。主，求你使我们因默想耶稣的苦难，增强抵抗罪恶的力量。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主，求你恩佑罪人诚心回头改过，转向基督，获得宽恕。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主，求你赐教外人知道，基督死于十字架是为爱一切的人。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热心参与圣周礼仪，尽心环抱天主的大爱。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天主，你愿你的圣子遭受十字架的苦刑，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求你赏给我们重生的恩典。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请坐。
请起立。各位兄弟姐妹们，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天主，求你因你圣子的苦难，宽恕我们的罪过，我们的行为虽然不配，但愿我们依靠你的仁慈，并借你圣子的祭献，能与你重归于好。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允使人得救。基督清白无罪，却甘愿为罪人受苦，代犯人受刑。他的死亡除去了我们的罪污，他的复活恢复了我们的生命。因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赞美你，向你高歌赞颂，不停地欢呼。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徒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赐福这些礼品，是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概念使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正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是一个永久的盟约之血，正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也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心得的好奇，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事，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水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坐在你太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圣神合而为一。上主，全体全人普世的教会圣的子民，学同我们的教宗方济，我们的无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者人员，都在爱的中热心往上。求你也求你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了兄弟姐妹，并求你求你我们的祖先
和所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公会的圣容。求你眷恋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生，荣父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是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享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尊敬和荣耀皆是基督，孝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深深的归你，直到永远。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也曾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宣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全程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不是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赦免世罪子，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今天有第二次书捐，是为生文生会所用。请大家祈祷。天主，我们饱享了你的圣言，以及你圣子的死亡，也是我们对所相信的永生有了切切的希望。恳求你赏赐我们，因他的复活，也能到我们向往的天乡。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请坐。现在有四项报告。第一项是圣十字架堂2023年圣周时间表。我们圣周四，就是来临的周四，有主的晚餐弥撒。弥撒中有着主礼。华语弥撒是在6点，英语弥撒是在8点。8点弥撒后，圣体将会迁移到诸圣厅，供我们朝拜到午夜12点。接下来是圣周五，主受难日，当天我们需要守大小斋。华语礼仪是在11点30分，其他的英语的是在7点半、9点半、3点和5点。4月8日圣周六，在傍晚6点的华语弥撒是复活前夕守夜礼隆重弥撒。弥撒中有入门圣事，在弥撒前，请大家到刚才你们集合的地方，就是圣母山前的广场，在那儿神父会祝圣圣火及复活蜡烛仪式。之后呢，我们就会跟着游行进来。圣十字架堂华文团体在复活节举行一个双庆共荣聚餐会，主题是活出新生命。请那些已经报名的兄弟姐妹们，当天晚上弥撒后到楼下去。这庆祝会是7点到9点半。你们报名后请出席，因为我们都预定了你们的晚餐。餐费呢，是欢迎大家以爱心奉献。若有需要询问的，请拨电话找黄慧娜，我们的主席。教委灵修组主办了一个讲座，是如何活出复活的生命，主题是在绝望中
仍怀着希望。主讲神父是主业团林元环神父，日期是在4月15日星期六2点到5点，是在天主教中心3楼，也就是在那个Waterloo Street 旁边的那边的天主教中心，请大家踊跃报名，截止日期是在4月7日，欢迎爱心奉献。最后一个报告就是新加坡华文夫妇恳谈原始周末，将在6月16到18日的周末，星期五到主日，地点是在榜鹅的 ME House， 是一个让所有的已婚夫妇让他们能够促进互相或促进感情，在这3天内分享聆听，在那边住宿。有更多的询问请拨电俊雄、诗荣还有尊仁和巧玲姐妹，欢迎不同信仰或无信仰的夫妇参加。报告完毕，需要更详细的内容请参阅圣十字架堂的周讯。谢谢大家，我们也很感谢刘神父来给我们主祭弥撒。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们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门。弥撒立成了，你们平安回去吧。感谢天主。谢谢大家的参与，祝大家有一个充实、平安、愉快的圣周。